原来你们开台了，对啊，开台啦，哦，好哦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你被摩吉咬了，嗯，快给我秀秀，你去找他，不是那个秀秀，快去找秀秀，我们有一个干爹叫秀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臭臭吗？对，他是臭臭，不是秀秀，臭臭啊，这不是小柯啦，这是点点。打这么多，小柯这个声音大家要吓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柯。打这么多，嗯，什么会？你干嘛啦？放这里，我不是抽屉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哦，我想说我抽屉这里是塞在这里面，我就知道。不是啊，塞在里面。塞在里面，塞在里面哦！你们不要讲这种话、啊，我又可以后置出来了。这样子把它塞里面，欸、把它塞里面，把它塞里面，把什么东西塞里面？那里放进去抽屉里，放进去，塞这个，把这个塞住。啊！抽屉里哪里？你给我，给我塞进去。我的礼物呢？那你的礼物呢？好好好，那你收着，那你收着，你带回去，你带回去。我带回去，你带回去。被嫌弃了。啊，你不是说那是你的礼物不给我吗？他说他带来的礼物呢？给你的礼物啊。好好，那你给我啊，那你给我啊。我要我给你礼物，你不能直接这样拿、啊那。那你给我没有啊？为什么可以啊？可以啦。不行呐、啊。可以啦。不行呐、啊。嗯嗯，好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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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凶巴巴，我直接拿武士刀狂砍。哦，有的很难拆耶。怎么了？上面怎么了？超难拆，我就是看到上面这我才砍你的哈。哦，好难拆哦。这里好黑哦，上面插一个火把好了。啊，这样比较好看呐、啊。哎呀呀呀，好好，这两个而已，这可以，还好啦。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明明就是我刚刚已经拆掉很多了。对啊，你刚刚说对啊，对啊。啊哈！啊哈！我上去拆了。哦哟！拆拆拆拆拆，有了。感觉你会飞哦。嗯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是拆，你是哪个啊？我拿空气饰品啊，超累的、欸。然后修那个可以去哈基或我家可以修。有啊，我有看到便利商店里面有东西可以修。微波炉。嗯，这边已经变微波炉。等一下，捣碎机。我在想，我这边到底要怎么放啊？好乱啊！而且是为什么打不开啊？上面这个居然打不开。我觉得哈基会喜欢我这一只法杖、欸、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哈基，你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哦，你要我去看一下好了。我敢保证，你一定会喜欢这一把这只法杖。为什么我觉得听起来感觉很可怕？你说那个法杖可以用在某个熊猫家吗？哎、欸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你一定会喜欢这只法杖。什么啊？怎么会卡住？哇、哦哦，你这里是什么办公室？哦，没看影片。哈基、欸，过来，干嘛的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等下我听 server。哎呦。哦，这里，你看喽、哦，要当机喽！啊，怎么了？哇塞，哦、直接改材质 哦！你一定，我就说你一定会喜欢这只法杖。你们如果敢动我一个东西，哦、我就把你们家模组东西全部挖起来，不是啦，然后丢干你什么事？没有，他是要改那个啦。哇、哦，这个好棒哦！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这个法杖，哎呀，丢出来，丢回去了。那叫什么？那是 Botania 的法杖，一颗、哦，为什么还是打不开啊？我说你一定会最喜欢这一只嘛，我就说了嘛，你身上要有魔力哦，还有你还要有相对应的材质哦，还有魔力哦，魔力怎么看？嗯啊、你身上那个板子啊？哦，这样丢给你石板啊？哦，嗯，然后还有材质，相对应的你要换的材质，你只要驯服的点右键，它很庞大怎么办？如果量很多，很庞大，量就要多啊。你就多少方块就是多少啊？哦，你选择了点右键就可以先选选你想要的。它只能改表面是吗？就只点右键，它会显现在是使用什么材质，然后就可以对其他的点了。哇、哦，啊、哦，它是有范围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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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
我以为是自己对够大了，够快。上面不用搬砖，所以我在改，在改它的样子。哦，这只法杖多少钱啊？这只法杖哦，那只给你好了，我再去做一只。哦，免钱，谢谢。免钱的。石板，你自己记得回来自己补魔力。好，在哪补啊？找我那边、那个、池子，你把石板丢下去，它就会补了。哎呦，该从你的窗户把它挖下来好了。这边的池子挖太快了，把你把石板丢下去，它就会补了就好了。哦，它是要补的。我之后可以把它做成你走到附近就可以补了。再做一把，有没有石英砖嘞？好酷！我说这一把你会喜欢吗？嘿，没有啦，他里面不在我这边，他回去了。没事，有人说你在我这边，我就说没有啊，他回去了。你想我吗？没有，是观众想你啊，我没有，你不想我，那我拿东西找你好了。你要小心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帮你整理家里啊。你不要忘我刚刚有说了什么话哦。啊，你刚刚说了什么啊？你小心，你下次上线你就会变成一般的原始森林哦。有没有很可怕？我是觉得你家会变比较快的、啊，没关系啊，那我就不玩了，没有了，开大招我就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哎、欸、小，没有要破窗了，我要东西，多做一点，有没有啊？它上面变成是空气吗？就是我直接把移除掉。你如果点得到空气，设定成空气的话就可以。点不到啊，所以那就对啦。哦，那有另一种法杖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拆的吗？哈基，我知道另外法杖你应该也会喜欢。哦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先做个东西哦。来，哇、哦，算了，等一下来做一个听可的头盔好了。受不了吗？夜市真的是啊，烂、哦、透了。龙说去打龙，另外一只法杖、啊。昨天去打龙啊，好。龙打完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现在要去中介采东西，很好采。你在外面。我觉得这只你可能也会喜欢了、啊，这只我就不确定你喜不喜欢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来，跟我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片？等我。好，这片我大概，这片我大概只花了五分钟就变这样了。哇，哎呦，在哪兒？啊，我在殖民地这边。我看到了，好到了。然后你看哦，阿基，你看这座山哦。哎、欸，这座山哦。啊。铲平！哇塞！哇塞！那我整地有何意义啊？哇！哇！我整那么辛苦，天哪！哇塞！然后再用搭配刚刚那只法杖，把地板换一换就可以了。哦！发现新世界了，你们！哎、欸，充能的哎、欸哦，充能赛特斯，可是现在我现在不缺充能啊。对啊。哇！然后这个水，我先把水盖掉。太神了！好，水盖掉了。塞一塞，好。好，没魔力了。他这又磨比较凶一点。嘿。哦。啊，这边没改到。完蛋，他们家毁了。这样。哎，弄错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去弄那个更少上线的人？为什么要弄我呢？你们真的是因为你人比较好、啊，是你太少上线啊。好啊，那我下线现在要凶一点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现在就是要凶一点，你们才会不弄我，是不是？哈？哈？哎，哦，这样子，好的。哇，团团就这种的，怎样啦？哈啊，又不是我的。
对啊，我说观众怎样啦？啊，金钩鸡啊！哎呦，金钩鸡这么凶啊！哎呦，现在是对你们观众太好，你们就尾巴翘高高了，是不是哈？又翘了，翘起来了。对啊，都翘起来了哈。那请问尾巴是长在前面还是后面？你要问他们，不要问我。你要问他们。哦，这个不行。怎样？你要干嘛？不行。九个是软泥，它有高有矮。所以它不算是同种方块，所以你不能直接这样替代掉。哇。嗯。UQ。哇，这个抽屉太上面了。拿下来。有一些可以，有一些不行。嗯没有啊，中间没有红龙吧？我们这个里面应该是没红龙吧？有，也是有嘛，只是没招是不是？不是没招，是他在一万格。哦，就刚好没看到这样。那、哦、我们没有跑到一万格外。哦，你往北一万，往东西南北一万格各都会有一只。我们应该也是打不了啦，嘿。现在打不了啊。对啊，我们也是打不赢啊，所以当然是没有。嗯，是不？那是我开修格式变音。还是原本就是英文，这样好了。Yogurt， 它本是软泥是写中文的、啊。哦，怪物的名字我不知道啊。卡卡卡，哦、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在打软泥，一二三，加附近的软泥。哎，刚刚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。家附近有一个软泥窝，软泥窝，合适的窝。嗯。那、啊、你那个切三方块 会在你自己身上啊？啊，切掉就没了，那就是完全切掉啊，是直接不见啊？嗯，它是完全切掉，它就留矿物给你而已。哎呦喂，那板岩会留下来啊？你的板岩我刚刚看还在啊。对啊，它就留矿物啊，就它没办法辨识啊，就会留下来啊，就只有原版的三的东西会切掉。哦，哇。这狗好恶心，我觉得它抽屉有上限吗？有，好像没有。有，你可以增加它的上限。嗯，好的。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想不玩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刚刚只是讲讲的。你刚的语气很冷，吓到我。然后就我说讲讲的，然后你们就啊讲讲的，然后就过来讲讲的，冲啊！那可以再多送一些抽屉吗？你还缺抽屉吗？我不缺了，我不缺了。我让你看不出来的，就比如说你那个材质原本全木头，就变全部变抽屉的样子。够了，不行，都墙壁都变成木头的那个壁纸啊。然后你这改一两个，那太明显了嘛。就一整片改掉，对，有啊，什么鬼？而且刚刚隐约还给了我一只法杖，很棒，不棒。那个法杖好像不能换抽屉，我刚刚想试，就他不给我换，很可惜啊。快提聊天啊！对啊，就很可惜哦。哎，对呢，聊天室坏了哎，你的那边坏掉了？对啊，我的聊天室坏了，该讲我才知道哎。哎、欸，水桶呢？啊，做一个 YT 又跟上次一样了 ，YT 坏掉了，退去显示而已。啊，又坏掉了。聊天室的那个截取的那个，我靠，花钱来道歉的、哦，那你们下次多惹我一点吧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在传那个输出影片。嗯，然后打字就是会突然lag卡住还怎样的，对呀、啊，那就被挑错字、嗯，我就不爽退群组了。退什么群组？台中场吃饭的群组。哦，哎、欸，他现在跑来道歉，用300块道歉了。哇塞！哇，我来说，那你要多惹我一点吧。哇，你生气都有钱，我们生气都没钱的啊！哎，我好怕你生气哦，怕屁哦！你明明就比较凶，你在那边哪有比较凶？你超凶，没有呀，没有，到底？那不然我们来投票，你觉得繁星凶的聊天室自己举手？没有，应该说谁凶起来比较恐怖的这样子？
就谁生生前最恐怖啊，然后那个等下打烦心的人，然后自己那个名字，哎，自己花钱给我，这样哈，自己花钱哦。什么鬼？没事，挑拨离间。对，我要做头盔了。你要做头盔啊？我要做新的武器。那看你有激光枪，我也好想做一把回力镖。嗯，要做来玩。激光枪做回力镖。你要做回力镖来玩？对，我要做，就是没有耐久的回力镖来玩。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吗？对啊，开台骂人了。我们这一群都不会吧？有吗？没有吧？我觉得我们这一群真的开台很生气到开台直接现场骂了，好像没有，没有，不多啊，就顶多玻璃心，顶多念，顶多稍微就是用比较凶一点念这样。嗯，对啊，不太会到真的开台狂骂了。对啊，顶多就是屁孩拜，屁孩拜，啊，像我 那天说换 skin 打音乐啊，被骂幼稚啊，我才幼稚这样子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和善，昨天罢工，今天也罢工，哎呦，都罢工，那是不是要协商一下？问题会掉了，嘿，罢工。等一下有人说。繁星最新影片有生气啊，哦？最新影片有生气，生气什么，啊？他们说的，哦，他们说的啊，那个是隔天的，因为那天是我跟只剩我跟允月，然后那时候是新年开台，就我跟允月两个人，哦，然后就有人叫我换 skin 去打允月，换巧克力的 skin 去打允月，哦，啊，我就问又是这个，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换，他说好玩啊，我说不行，我就这样觉得你好幼稚哦，他就回我你才幼稚，我说好啊。好好呛哦，这个观众。我就说好啊，来啊，看谁幼稚，我就不ban你啊。看谁比较幼稚啊？哇塞！啊，太恐怖了。真的好幼稚哦。对啊，就没跟他计较啊。好好笑哦。谁才幼稚啊？真的是。哎，欸，他们说哈记团团音乐都好凶，教主不凶。嗯，谁哪一个哪一个 ID？ 我还没讲完，胸部的胸。我就知道。哇，你怎么又知道了？哇，他一定是讲这种的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哪一个 ID？ 哪一个 ID？ 他叫做蕾丝皮亚。蕾丝皮亚。改名。我想说。差点讲成雷雅斯，雷雅斯，雅斯又是你，又是雅斯，等下雅斯又出现了。哎，欸，有人叫我吗？我会凶吗？就哈记也算是 EQ 很好的啊。哈记好像也不也没有在开台中真的爆炸。你们在讲什么凶？就是不是那个凶啦，啊，哦，你是指那个凶啊，哦？出现了，突然出现了，听到直接跑出來，啊，最凶的出来了。我看你们是没看过我凶哦，我就只有我看过啦，啊，其他人不能看啊。看过我你也没有，我很可怕，啊，你不能让其他人看你的凶啊，我觉得很恐怖啊。哇塞。哇哇，你怎么讲那么太对啊？你为什么要突然跳出来讲话？很恐怖哎，欸，这个有点可怕，啊。我觉得是母汤啊，母汤啊。我觉得，啊，你是状况外啊？什么？你有听到前后文吗？有啊。那你还自己跳出来问说没看过你胸？我说的是。那个胸不是那个胸，我们是讲那个胸啊。哈记刚刚也是说，我真的很凶啊。哎呦喂啊！说那个胸的话，其他人都没有很凶。太好笑了。我觉得这边的男生都还算脾气很好的，啊。对啊，嗯。除了你之外。再讲一次。哦，哇哦，啊哦，不要因为布布在那边就可以嚣张哦。布布，
挟持步步吗？对啊。他现在靠在西瓜碗碗上面吃饭。哇，居然是西瓜的碗诶！他很爱那个碗，超可爱的、啊嗯，他会把手跪在里面。所以感觉之后对有人看到布布布布布应该会很开心。没有，他搞不好会说你是谁，你凭什么过来？哎呦！这么早就开车波浪服母汤哟！哇，你们太安静了吧？我阿友都马是抖内或是订阅才会阿友一下。哦，我想说，哎，等一下，好，你想等一下，我等你。我没有在想，我这边要怎么盖一个跟刚刚旁边一样？哎呦呀，费力！我看到 Tinker 的装备有一个是受到伤害的时候会有几率获得培根。对啊，就是我被人打的时候，我的肚子掉一块培根下来。没有，应该是哦，装备上面会掉培根下来。哦，不是自己肚子上掉一块培根下来、啊，对，不是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要不要干我培根？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听起来哪里怪怪的？听起来很奇怪。下马克，是那个吗？哦，下马克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感谢兄弟，不错。好，就刚刚开台前30分钟，有人直接订阅我。嗯哼，不会再冷一下哦，在30分钟就有啦，就可以在台上看到了啊。哎呦，有一个订阅啊，早知道我慢一点再退群组了，因为刚刚我退群组之前是两个人跟我讲那个挑我错字，我再慢一点点的话，可能就可以收到更多钱了。我跟你说，小鱼也挑你错字。小鱼，我等你。然后他还偷偷收回。哎、欸，小鱼被抓包，小鱼，哇哇！我就说我再买点挑那个退群，我就又多赚一笔啊！哇，你们那边退群都可以赚一笔，那我这边还有还有个，那我是不是也该去退一下？他故意打错字、啊，然后退群之后呢？啊啊，没有，因为没有人在乎你。